以后会接触我们都在用力的过程，爱恨成败与因果也说过。这是107啊，107已经卖地了，就拿了面，拿面在这儿堵这个洪水。这边107已经不行了，这边东边已经保不住了，保到西边。出事的地点就是在关山地质公园，目前还没有人员伤亡，大部分有食物和水，但是他们下山的路基本上已经完全断了，下面是一个镇子，据他们说已经完全被水淹了，淡水面现在全部都淹了，最好的水，这是最高处，小黑河已经水漫过滨河大道，水正大量涌入市区。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我是大河报记者吴国强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我们现在是在新乡市卫辉市的卫辉市的那个黄庄村，这里呢旁边是渭河跟共产主义渠，现在水非常深。上游正在泄洪，现在城区的水位已经漫到一把带楼修线步道上了，大家不要在河边看，赶紧撤离，洪灾无情，不要。